潜意识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我们的行为跟生活，影响了我们能力的发展和智慧的判断。因此呢，有些心理分析学家称它是命运的主宰。如果我们随着潜意识所控制的业力随波逐流，就永远坠入万劫不复的因果循环里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恭请圣严法师就业力跟潜意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为我们八字解读人生，风水改变命运。大家好，居士从业风水26年，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针对八字测算、风水布局、命理分析、事业财运、手相面相、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如果你的财运不佳、情感不顺、诸事烦心，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一一帮你调节化解。记住微信266-821-35。就是自觉的，就是自动的在里边呢蠢蠢欲动，或者是呢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产生这么一个念头出现，而且潜意识可能呢有一种不断的出现的这种倾向，有一种人的性格里边呢有不同的几种性格，而在一个人的这个心里边呢在轮流的出现，因此我们叫它人格分裂。那至于毅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啊，这个观念呢是指我们在过去无量世以来，也可以说无始以来啊，在一生一生之中所有的种种行为，那就是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和心理的行为所造成的一种力量继续的维系下来，而集中到我们现在这一生的生命之中，这个叫做毅力。而在这一生生命之中，是不是把过去世所有的毅力全部显现出来呢？不一定，看是哪一种毅力最强，就这一生之中啊就哪一种现显前。另外哪一种啊毅力呢跟我们这个一生之中的环境因缘是最相近最相应，那这一类的东西或者这几类的东西呢，毅力的就在这一生之中出现。如果毅力的力量差，或者是呢某一些毅力呢虽然是蛮强，但是啊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环境让它显钱，所以它就不显钱了。因此毅力呢不是潜意识，但是潜意识从哪里来的？潜意识很可能呢是从我们从小啊说从种种的经验学习啊而得来的一些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力量在头脑里边。也有呢常常是自我在给他自我的讯息，并不是外界的，也并不是生命之中啊这个产生过的事，但是自己的心呢自己的念头啊常常告诉他，这个暗示他，结果就变成了一种潜意识。但是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很简单，也是从毅力来的。过去有这些毅的力量相当强，所以到了这一生之中啊对某一些事啊记得特别清楚，不是记就是影响很深刻的进入头脑。还有呢不是从外在的，就是内在呢制造一些啊观念一些念头出现，那就变成了潜伏着的一种意识的活动，大概就叫做潜意识。这个跟毅力有关系，但它不是毅力，从毅力来，但是呢它跟毅力不大一样。潜意识它是已经呢在动的，毅力不一定呢会动，能够有动，有的是不动，有的这一生能够显前，有的这一生不会显前。但是潜意识呢时时刻刻找着机会它就出来，时时刻刻在我们这一生之中啊常常会出现。如果当我们呢了解的潜意识之后，
了解了自己的毅力之后，我们呢面对着潜意识，面对着毅力，那了解越多，我们呢发生问题的机会越少。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就好像是说人怕鬼，什么原因？因为看不到鬼在哪里。如果鬼已经出现了在面前，哇，你这是个鬼，你也没什么好可怕，就这个样子。以后你这个鬼嘛，我不碰你就是了嘛。但是因为没有看到鬼，鬼是什么样，在哪儿不知道，随时随地你都是疑神疑鬼。如果明明知道有个鬼在那个地方，它的一个具体的，那你就不必怕它。所以潜意识也是这样，毅力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呢了解了潜意识越多，那对我们越帮助。所以心理学家，这个心理医生呢，往往他就勾引勾起人的潜意识，甚至于用什么催眠术来使得人呢从潜意识反映出来你究竟在讲什么，你在想什么，你要准备要做什么，你老是在要想做什么。那么他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了以后，渐渐呢，这个潜意识的力量就会就是褪色，就渐渐可能呢就不会产生作用。我们的毅力也是这样子的，毅力就像什么草底下有根，我们斩草要除根，但是有时候斩草不一定要除根，根也会消。老是斩草，老是斩草，老是斩草，草那个根呢得不到营养，就慢慢的这个根也会萎缩。因为你看到草就砍，看到草一砍，一出土就砍，一出土就斩，那根呢渐渐它来不及吸收营养啊，它慢慢就萎缩。所以毅力是显前的，但是呢毅力不一定造成了给你的困扰。毅力还在那地方，根还在那里，但是你不断地让它没有机会生长，没有机会生长，它这个毅力也会消。所以这些呢，对于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呢，人人都遇到这种困扰的时候呢，我想用佛法来处理，可能比啊用什么用那个心理的分析或者是催眠呢就更好一些。因为用佛法是这个真本清源除根的，而用那个什么心理学啦治疗啊，这个都是也有用了，这是砍什么砍他的头的，并不是那么非常啊绝对有用，但是也不是说没有用，这个呢我是肯定的啊。